认为独立记者是蛮艰困的环境，尤其是在采访方面。对对，你觉得是不是需要在这个事情上头有一些机制，怎么建立这样环境，使得独立记者可以踏入啊？这个，因为你毕竟是报道要采访，对对对。啊，一方面是制度啊，就说其实我们当时做独立媒体学院也有这种想法，我就成立一个什么组织，然后到时候我出去，我就是独立媒体学院的平台的记者，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个困难，不会有采访的困难。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你个人的话，其实你刚讲杀出一条血路，很多的路真的都是自己去杀出来，包括我以前在报社，你其实只有跑环保线，那其实陆续你就会去跑营建署，你会去跑水利署，你去跑农委会，你去跑国科会。那其实到现在为止，这些部会他都知道你在干嘛，而且我也完全可以收到他们的通知。所以有些血路就是说，其实你要锁定议题。我当时写中科四期跟国科会的交手，不是我先去认识他，他才看我报的，是我不断的写，不断的写，不断的写，不断的写。那他们就是会去看到说，哎，为什么这个人不断的写，不断的写？他像台硕那天喝茶，啊，他就说啊，我知道你的部落格我们都有在看哦，哦，对，类似这样。所以就是说，你有时候是因为你的报道去打开你的路，而不是你先去把门开了，你才有后续的。可你去报道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采访这个事情。其实我看过一个公民记者叫杨武南，哦，杨武南 对，他其实常常去环保署，他其实哦，人家说戏棚下站久就是。对，你有时候不要，你有，我刚刚讲是官方的采访困难，其实你在环保团体或者是民间，你采访是不会有困难的。那这个官方这一块，其实你不让你写，你要锁定议题，你写久了，其实你的困难会被你自己打破。很多事情是这样，我的经历就是这样。像我一开始去营建署跑湾保，就跑，那他们想，那你到底是谁啊？哈，谁？他后来有一天。在一个马英九也在场，那组长就把跟我说：“哇，听说你得很多奖哎！哦，原来你不是，原来你是专业。”我在想说：“那你以为我是来乱的吗？”他一开始很多的讲小手段啊，比如说我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我的部落格，我就会写完之后我就会寄给那个官员看，说这是我的报道，请你参考一下。那其实你有时候。有时候你自己会设限，你会觉得就像我以前在联合报，你会觉得你举手发问好像大家都觉得你很了不起。那其实当以后我说我是独立记者的时候，我也不觉得那个人觉得你很奇怪。所以有些是你看大哥，有些是你自我设限。那当然要突破那个点也是困难。比如说我现在举手说我是独立记者谁谁谁，我要发问。那在以前有时候是困难的。那可是现在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讲我是独立记者，比我讲我是联合报记者，我觉得还更讲伟大好了。我会觉得我好像更伟大一点。我再问一下，因为你刚才也提到说，在新闻报道上，我们难免要，保持中立嘛，嗯，对不对？可以在背后有一些观察，因为你也提到说，你可能在，情感上头啊，或是这个价值上会比较偏向环保团体，可是为了保持你的这个中立啊。是否你还是应该在理性上头要保持说只是在逻辑上头让他们两边的说法观点看不看合乎逻辑而避免这个价值判断以免影响到你的这个所谓中立对所以我刚才讲到说三不远其实你知道当记者什么人都想把你拉到他的阵营所以你怎么样让你自己就是尽量站在中间了，跟大家都散步，啊，有时候稍微那样一点，你就会过来一点，尽量，就一直被问到中立的问题。老师不好意思，时间有点已经太晚了，那我想就是今天就到这边，提问的部分到这边，那接下来就是我想，再当哥大家一点先。前班代哈，大声公班级的班代，他知道今天是朱淑娟老师当独立记者的四周年的生日，所以他准备了一个自制的笔记本。他希望他知道朱老师喜欢用笔记，对，所以那所以我都有在发。我想就是说，请他是代表我们班级送给老师。然后刚刚大家也是参与者，刚刚有发
下去卡片的，麻烦把那个卡片传过来，我们会装起来给老师。卡片，对，卡片。大家就一起。还没有写的那个卡片这里还有，宝宝姐没有写，还在录。然后我们看有没有这个荣幸，跟老师的礼物一起合照。对。然后老师你要看一下这个。我是把老师画成超的，对，但是我受老师一句话是，没有天生的超人，我们要学习的是和小猪姐一样挺身而出。然后呢，有一个秘密的惊喜，老师刚其实我在铺梗，可是你就是不讲柯导。哦，柯导哦，他是你的偶像吗？柯导啊，你要想这么久，我说铺梗。我从小就不喜欢，万一不行的话，这一张就要撕掉了。从小就不喜欢秃头的男人，是吗？可是他有留话给你耶，在哪里？对，要我念吗？他说，淑娟长期关注环境议题，离开主流媒体之后，更独立开创深度调查报道的书写风格，是我很敬佩的同业，更是我们学习的小猪姐老柯。他竟然敢叫我小猪姐！谢谢朱淑娟老师，今天我想忘了，我们给他一次热烈的掌声，谢谢。谢谢。然后接下来邀请大家来跟老师一起合照做个纪念，我们再放到脸书上面。啊，请大家可以愿意就到台前啊。要进入那个媒体独立媒体学院，这备审资料可能这张照片可以加分哦。哦，有要报名吗？现场报名打八折。大家可以看卡片。卡片的可以动了，可以动了。好像我小时候，然后等一下就这边就要四年节奏头发还是剪掉。